我看着那个黑的伤口，就觉得我的脑筋快要裂开了。我所有的记忆都爆炸，像几百万的蚂蚁从一个洞跑出来。时间停止，我所有的梦想破散，我的锻炼失望了。平平安安的烧饭，专心的烤的猪肉非常好吃。菜烧好了，煮这个菜就像满足我的神。人类是很奇怪的动物，从很远的地方他们看起来无辜的，可是你注意看他们，就觉得他们是很可恶的东西。我为什么那么好心把我的辛苦的医术送给他们？那好。哎，小师傅，怎么不理人呢？那么没有礼貌啊！啊，应该尊重我，懂规矩。怎么搞啊？不能说话啊？笨蛋啊！你是傻瓜、啊！傻瓜！鸭、章鱼、鱿鱼、猪。小傻瓜，你晓不晓得我是谁？嗯？在世界上有好多美丽的生物，可是这些是恶心的怪物。出了一个。是啊。减肥。减肥。减肥。你喜欢他，看起来怕羞，一上床就很野。看什么？饭跟菜都冷掉，再烧菜吧。嗯，没有人可以付出一切。听到我没有？去烧饭呢、啊，去啊！再不讲话，就把你杀掉！真可惜的浪费。
So do you prefer cook or chef? 假如说内带的动物煮起来比较香，我们真的需要这样子对他们吗？炖到会影响好的味道。